海外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露丝，在《珠帘玉幕》中饰演端午苏幕遮。从红尘明珠到珠光璀璨，记得在优酷国际版 APP 观看《珠帘玉幕》，享受多种语言字幕，与我一起见证这一段瑰丽传奇吧。见好就收。多谢老君好意，我赌的是命，而不是一颗种子。想要离开猪场，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死。当猪鸡，是你唯一的出路。